擅长处理美国各类复杂移民案件的李想律师事务所于日前是举行呈现办公室开幕剪彩仪式。呈现办公室是李想律师事务所在南加州的第二个办公室， ILS 法律服务的管理律师 Richard Liu 律师， River Rock Films 首席财务官 Van Gerard DiCioso， Liu & Company 创始合伙人 Edwin Liu， Hu Insurance Agency 总裁 Pepper Hu，庄明先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庄明先 ，John and John 律师事务所代表 Lori Du， 北美会计师协会会长张青会计师，以及 Alex Chen Law Group 管理律师 Alex Chen 等嘉宾应邀出席了开幕活动。活动中，李想律师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也感谢团队的付出和客户的支持，成就了李想律师事务所的成长。高兴呢，我们的团队能够开展到今天这一步，来服务尔湾地区的华人。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一向是致力于华人的权益，还有移民群体的利益。那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能为更多的华人做出我们能够做的服务。理想律师事务所运营经理 Cat Sandra Villatoro 和团队律师 Evelyn Huang 都上台致辞，并表示。理想律师事务所由始至终只有一个使命，就是帮忙客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理想律师事务所来自德州的新秀律师 Elizabeth Luivano 从达拉斯专程来到加州，他也表示，即使自己在律所时间很短，但已经感受到团队的魅力。移民法是 Elizabeth 最擅长的领域，他最喜欢复杂的案件，也喜欢挑战。来自南加大法学院的学生 Raina 也分享了自己在理想律师事务所所实习的经历。我觉得我实习的经验就是一定要主动去解决问题，主动去毛遂自荐，主动的去跟律师们多沟通。总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理想律师事务所为庆祝呈现办公室开业，自开幕起至2月14日，理想律师将亲自提供15分钟免费咨询。凤凰卫视田野尔湾报道。